下一首歌是，就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歌，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听到，我印象深刻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那个，就是幼稚园。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有跟我讲过。哦，我跟就是幼稚园的时候，那个午休的时候，老师不是会放那个音乐吗？然后就是让小朋友睡觉嘛。老师那时候就放这个，这样，然后老师也太吵了吧？老师超猛的啊！那幼稚园不是都会放那种，就是那种西洋歌或是古典歌、摇篮曲之类的。他老师很屌哎、欸嗯，放那个。任贤齐的歌、嗯，超猛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不应该先讲，应该要就是我们等下唱，然后问他们说你还记不记得？哦哦，哎、欸，我们应该啊，错了了。这样子他们不好意思回答。啊，任贤齐也差不多是30年前的歌手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30年前还是20年前？哎、欸，可以，快点。啊。好。嗯嗯。我没说很快，你还有会紧张。好，7、8、9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去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，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，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。谢谢，喜欢你的听众。